美国现在啊，还有几方面是有优势存在的啊，一个是军事优势啊，全球第一大军事强国，还有一个是金融优势啊。现在这个美元呢，大家都用美元作为计价外汇，起码用计价外汇，你不用作结算外汇，也得用计价外汇，对不对啊？你看，比如说啊，英国现在这个老百姓加一缸油。啊，有多贵啊？要说加满一缸油啊，得500多美元。你看500多美元，他没说多少英镑啊。这个虽然现在英镑呢也是1块1毛5了啊，但是呢还是要用美元计价呢，大家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概念。还有一个优势啊，就是科技优势，高端的高精尖的这个科技产品呢，美国还是有把控的。但是现在呢，这种把控的这个力度啊，把握度啊，有点这个受挑战啊，有点动摇。所以呢，前一段时间啊，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弄这个叫什么Chip Four，叫做什么芯片四方联盟。这个芯片四方联盟啊，是美国牵头的啊，要拉上谁干呢？要拉上日本干。日本是半导体产业里边掌握着原材料啊，还有一个是韩国的三星啊，它的这个制程是相当精密的。再有就是中国台湾的那个台积电啊，在这个高端芯片的代加工方面啊，它是世界上 number one 啊，要搞这个四方联盟。但是四方联盟的话呢，正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到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话，现在也说不太准。这就说明美国在这个高端半导体这个产业链啊当中啊，在某一个程度上，某一个这个阶段啊，还不是手拿把攥啊。之所以要搞这个芯片四方联盟的话，是想把这个产业链呢都集中到美国本土来啊。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还是不在美国本土啊，有这么一个打算。这个芯片四方联盟呢，设计的挺好，但是呢，它是一个实验室的一种模型啊，基于这么一种模型的考虑啊设计的。设想的话呢，我把这个芯片的产业链啊，完整的产业链归到都集中在美国之后的话，我对这个中国加以限制，就是高端的芯片呢，不准它去卖给中国。另外呢，制造高端芯片的这个什么设备啊。高端的设备啊，也不准卖给中国啊，用这个办法来这个打压中国的这个高端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发展势头。这个咱们就打个比方来说吧，就等于在这方面呢，又用这个套马杆，又用这个绊马索，想得挺好但是实行起来的话呢，总有一些想不到的事儿，其中有一个想不到的事儿，就是华尔街在这方面啊，真是不买账。怎么华尔街这么不给力呢？对吧？拜登政府啊，这个行政团队啊，想出了那么多的办法啊，要把这个事儿搞成，但是华尔街啊，真是唱反调。这个 Chip Four 啊，就是芯片四方联盟这个设计啊，刚一出来之后啊。中国的那边这个半导体行业那个股市蹭蹭的往上蹭蹭的往上涨，而美国的这个华尔街股市呢，它不断的往下落有一个数据说什么呢？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酸，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半导体龙头企业叫什么？英特尔，英特尔的股价从去年到现在跌了50%，怎么跌这么多啊？等于是拦腰斩半了。另外，联邦政府的这个鼓励和刺激芯片产业的这个计划当中啊，还说要拿出520亿美元来这个鼓励半导体产业这个企业，据说其中这个英特尔呢自己独家就拿走了120亿剩下300来亿吧，很多厂家去分，不知道等他们分到一杯羹的时候还剩多少。自己这个企业还能够分到多少？那台积电的这个创办人张忠谋，老先生了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一句话很简单，四个字叫什么？白忙一场。你说他怎么有那么这个前瞻性的这个话说出来？
如何把这个台积电都挪到美国去啊？又起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良率能不能保证，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成本能不能像现在一样的低？所以这两个都是他这个眼尖看出来的啊，这两大问题。那也就是说呢，他判断良率挪到美国之后啊，不会很好。另外的话，成本呢一定会比现在高出至少30%。或者50%，甚至更高。你一个企业，一个这个商家，你这个投资在这个行业里头，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赚取利润嘛？就是最小的成本赚取最大的利润，这是他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方式哈。如果说是同样的投资，他得不到最高的那个利润，那他投资的愿望他就减弱，投资的意愿呢，他就不是那么强。简单的说，这不叫做利润最大化嘛，成本最小化。如果违背了这个商业的规律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讲，他才不管这个大的，他就关心自己的这个投资能不能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这是华尔街第一要考虑的要务。所以到底还是这样，就是业界里边的这个明白人呢，确实比这个美国政坛上的政客，他们的脑子动得更活他们干的他们看得更清楚。像这个半导体行业，这是一个高科技产业嘛，它有几个特点，一个投资特别大，初级的投资都特别大随便一个说高端半导体这个厂子一投资的话，就是100亿美元的投资，那还是这个。初级阶段，你要说不断的往里边追加的话呢，你100亿哪打得住啊，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个大企业的高端企业的这种投资模式，它不是说跟一个街道工厂似的这个土法上马、土法炼钢，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第二个特点就是回收慢，你不是说今天这个投资了之后的话，下午过几天就有这个利润产生出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会那么短。如果说你要是赶上那个玩股票上瘾的尤其是玩短线的，他上午这个几个小时，他就能够见到利那个时候只要见利，他就收手的话，他就又跳出来了。这是玩短线的。你要是说这个半导体行业投资里头，你跟着玩短线的比起来，那简直是没法比，你干脆不要比了你怎么能赶上玩短线的那么赚钱快呢？所以现在看，你看美国人就是这个在金融行业里边这个摸爬滚打的人，这个比例又那么高比例人数又那么多都喜欢赚钱多，而且还要快。但是半导体行业这个就是赚钱很慢，赚不赚钱赚。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它利润率并不是说想象的那么高。你要跟赚快钱的去比的话，你就不要投资半导体行业了。但是半导体这个大企业的话，它也上市啊，它这么一上市而且华尔街这个又不看好这个它的前景，因为有对比的嘛，因为它投资大，回收慢，赚钱又不多，你说投资人拿自己的这个钱往这个股票上面投资，他能够有多大的意愿显然是叫什么意兴阑珊，他不愿投资这种这个赚钱慢的行业。所以股票就上不去嘛。我也想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芯片法案这个事儿这个拜登团队搞的，咱以前说过这个话题，总结了几点，一个叫什么晚了，还有一个是什么短了软了，再有一个就是远了。说这个晚了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原先本来应该是在美国本土的，但是呢很多年前呢就逐渐的向外转移，就是眼看着这个其他的地方发展起来了，而且也不动声色。为什么呢？美国有金融这个叫优势嘛有赚钱更快的这种方式嘛，只要赚到了钱拿钱去买什么东西能买不到呢？所以就没有太重视这个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产业链回流到美国这件事儿。现在再动手，现在再起步，晚了另外呢，短了，短了是说这个眼光短浅了。你现在看到10年，你看到20年未来了嘛，对吧？另外就是什么软了，软了就是你拿才拿出520亿美元这个刺激，够刺激了嘛，对吧？这个对于杯水车薪，
不够刺激的话，人家这个自然这个积极性呢不是很高，这个也是会反映在股市上。还有一个就是远了，远了这一点是最要命的，就是你有最高端的芯片，你有最棒的这个产品 OK， 但是你卖给谁？你远离那个最大的消费市场，远离最大的消费市场，你卖给谁去？你卖不出去啊，就等于实现不了利润。实现不了利润的话，你怎么去循环的去叫什么可持续性发展呢？你看那边哈，这个最大的单一市场是中国啊，其他还有呢啊，金砖五国从北到南，从俄罗斯、中国、印度啊，再加上这个南非，再加上叫什么巴西啊，一个是非洲，一个是这个南美洲啊，而且呢，这金砖五国啊还在不断的叫什么扩大它的规模啊，不光是金砖五国这个了，还有上合组织呢。都在扩大市场，扩大它的这个啊消费者市场的规模。你远离这样的市场，那前景能看好吗？所以华尔街哈、啊、对于这个 Chip 4啊芯片四方联盟的前景不看好，就直接反映在股市上，直接反映在股票的这个价格上。还有一个好笑的事儿，这个 Chip 4啊芯片四方联盟现在的话呢。还没有形成，因为韩国的三星呢犹犹豫豫，因为它确实舍不得中国这个市场嘛。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呢，虽然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啊，只能跟着美国跑，但是呢，也是打从心眼里头感觉到那么不舒服啊，你强扭的瓜不甜嘛，就是这个道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最近还有一个动作，说咱们要不然找找墨西哥吧，看墨西哥愿不愿意啊加入这个啊这个芯片的这个产业链里边来。墨西哥当然是愿意了，但是呢效果会怎么样？怎么会想起墨西哥来呢？还想起谁来了？一块说出来。所以这么东撞一头啊西撞一头啊，难怪有的网友说啊这个开始调侃了。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已经不是智慧层面的事了啊，这个是可以要讨论到智商层面了。